这饭挺好吃的。昨天整的饭，一会儿没吃。我今天不给你买一个这个吗？酸黄瓜呀。啊。酸黄瓜那好吃吗？这是你华妃娘娘吃的。我的妈！你华妃娘娘吃的。这是大的小的，这红，这是小。小点儿。不用打皮哈，咱得打皮。不用打皮，就这么干吃就行。干吃。干吃，一会儿给你配个菜。这玩意你还得分你买哪儿的肉好了，你要后秋肉它就好了。嗯，后秋肉它就那一大块死肉瓜子似的。头一下子，一下去去血水了哈。这玩意是得往里嚼水是吧？打点水它不嫩吗？啊，就跟做牛丸子似的。对。就跟和牛肉馅似的，打水它嫩。来点水。来点胡椒粉。鸡蛋要清。你得腌一会儿这玩意儿哈。腌一会儿。高酱油老抽吗吧？不搁。来一勺。这会儿它就成型了。嗯。这大葱咋样？这大葱有根儿上，这是香葱不是？不是。这大葱有根儿也没有东北那个那把大粗叶子都这么大。哎呀妈，就差不多得了，你要求太高了。来一小盘儿。来点火腿肠。对，直接够碗吗？一会儿这不就这俩碗吗？嗯。啊。够筷子一搂就上来了。好使，这个给我爸多高点。你爸也吃很多。那可不少。你爸吃的一碗菜，行，也比咱俩还不得吃一碗菜。咱俩啊，你瞅的样多，你那菜青菜那玩意儿，昨天的也不少。出香味儿了，啊，出香味儿，炒花椒就出香味儿。这辣椒料好。好。哎，这家香啊！我妈给这炸了个手。来点，这个辣的。火锅底料，这火锅底料就是万能的，干啥都能使。那行，我去让你看一下。有点生抽。真当了。留你那里头点，我这没事儿，这主要是行了，这些给你。这玩意儿煮一会儿就行，煮大劲儿了就咬不动了。哎，这上面有一层像浆似的东西。淀粉。嗯，那个少高点吧。哎，给你那个高点。我这不用高，我高你得了。行了，别高。那你得高点啊。那这油可哪有嘎子呢，做饭这玩意都得勤跟上。嗯，来点葱。这油是最好的。这就行。哎，失落一定不干啊。哎呀妈，知道，哎呀，下吧。好嘞，浇个油。
你好。这锅也上了。上来了。好。嗯，挺好，两道菜，你妈再歪一呗。好嘞，咱原来吃的蒜黄，我好像是那个，这啥玩意儿，大根儿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比这粗啊。人那一个罐一个瓶里就四个，没有这么细的。那不叫蒜多了，就是酸。你看这黄瓜，这还带个眼片，这是。嗯。还有个下酒菜，给你告我爸那边。到那边、啊、四个菜今天，哎呀，开饭呵呵，四个菜，四个菜，一吃我就挺好。哎呀，这个大碗造啊，这里反正青菜。我爸整的好，我爸厉害。对、嗯。这个这什么菜？好啥好嘛？这豆芽往上翻去，就那个鸡胗菇还咬肉。行。香可又吃吗？可又吃，你得掺和着吃。你没等吃呢就咬不动了，你先咬试试。对，你得试试。啥呢？你得尝试。困难像弹簧，你弱他就强，你强他就弱，你弱他就强。这菜真的不错，这菜。下酒菜来吧。你爸那个是没有咱俩这个辣的。他那一瞅就不好吃。我这一瞅比你强。烫不烫？看看，我尝尝酸黄瓜，酸。那谁咬一口高里的？多好吃！哎呀妈，葱子是酸，真酸这玩意儿，刚都酸呢。我看挺好的，我就买了。人说能炒，这是个肉品。我买的是牛里脊。它不是一大块，没有一大块，它给我嘎的。它40块钱一斤，这嘎子不都说那个牛里脊便宜，牛肉便宜了吗？也不便宜的，原来就40。这玩意得慢咬，这肉多嫩。我还愿意吃这个花椒，这往上一撒，哎，连汤带水的，我不愿意整干豆腐了。你吃个牛肚吧。你就吃点肉得了。这嘎子有用吗？我吃这毛肚。这菜是嘎嘎香。整这些都不辣。完了，你都说人家四川菜那边香，你要咱上长沙那个长沙的菜，油炸羊的菜，嗯，可香了。人家菜那过油不？嗯，有的熏菜基本上也有高油照的。人那地方过油再给浇油。炒菜那师傅你没看吗？人那他那嘎子不像咱们这个东北那个饭店。那辣椒摆那么一小点儿，嗯，或者是不摆，到时候现找，用辣椒的比较少。人家就是这么一大冒屋，这么一大箱子，一大方盘，是吗？你没看着啊？我没看着。妈，我跟你大老俩趴那嘎瞅去了，看他炒菜，在这一大箱子，一大箱这，一大箱那，人家那是炒菜就高那大炒勺，就像你比你爸那个稍微大点那个，嗯。你蒯辣椒就是干两勺子，就是蒯一勺不行，再来一勺子，那不知道是，反正是他那是炒，不是一个菜，他都给他炒出来完高那块儿，你忘了咱的菜不都那么炒的吗？要他咋说，不是单独做的，不是单独给你做这一盘，那辣椒都得干好勺子，完我说哎呀妈，这家这辣椒真吓人，我跟大嫂俩旁边瞅去。没买多少肉，就一斤准。减肥的话，就是水煮菜不高这油吧。那你提那个嘛？嗯，不高，啥不高？就那么清楚。就是你焯水，焯水都不能高油。嗯。那焯完水那个菜，就搁碗里这个菜，完了之后你顶尖是拌点油盐酱醋啥的。蘸点那个调料，调料吃。我那时候愿蘸啥？愿蘸麻油。
那不也是油吗？那你一点都没有，啥都不吃，没味儿，能吃进去吗？蘸点那火锅底料不行？那更完蛋了，麻酱是最棒的。嗯，哼，我这里有那个。你夹点，我们这里吃不了。你们俩吃吧，我这有吃不了。你看吃不了啥呀？我这有这些的，这又都要我一个人吃的。你这里头这，我们这锅下得住啊。嗯，我吃这火腿肠，咱这锅还一个人呢。那你妈吃呗，你妈就能咬多吃两口肉。不行，吃两块行。我妈是咋的呢？吃两块就顶着了。嗯，一出一猛，一出一猛行。嗯，你像上自助餐那嘎达钱。你现在就开始惦记自助餐了，钱刚进去吃这个欢了，嗯，后期就完了。一口不吃，我要吃不吃，我一口不吃。嗯，不像西红柿说你说他爷，嗯，我爷不吃，吃饱了还能吃的。那、哎、你上自助餐你得吃，你得匀乎的吃。上啥餐我都是的，慢慢吃。饱那是啥就饱。那就是都吃差不多了，我顺心完了还可以吃两口。嗯嘛，啥都吃完了，你就吃点啥水果，那不太正常。昨天刘姐姐说我妈那个工资，她是刚开始55开的时候是不是？嗯，是500多块钱。对，500是550。啊、500多，哎，现在67，这12年了也，嗯，哎，一点一点涨，一点一点涨。人评论区有阿姨说他涨到2000多了，感觉很满足。那得比我岁数大没有？嗯，人家是那种退休的嘛，退休的，比这个社会养老保险的这种，对，开的多，嗯，那种交的多就开的多。哎，这就挺好了。嗯，反正这个就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就知足就行，你说吧。那还啥不知足的？昨天还有人问你说你那个当兵不给钱吗？当兵给。当兵能给钱？当兵是给多少？一月324。嗯，一年3000多块钱。完了之后我们农村户口60岁以上的就自动给那个养老保险了。嗯，那个一年是1000多块钱。他得高级5000块钱。完了之后地是你正常有地租钱，完了之后还有地补钱，是不是？嗯，我地补啊，你的地补都算在一起了，一共就是2万左右一年。地补不算在一起，地补是格外的。地补是国家给的，粮食补贴啊，地补还格外的呢，1700块钱。啊，粮食补贴。嗯，你等的地是地，地那是你自己的，你等那个属于那个地补，那是国家给的。对，各有各的钱。我爸这是属于好几份儿。咱家的地呢，卖也22000多块钱，去年，嗯，就现在说今年吧，13年，嗯，一年一个价呢。现在涨一涨就1.5万，多难涨！13年，真难的吧？对呀，一涨就15000嘛，今年。咱家这是多少啊？13年，咱们家是一涨半多点，嗯，多点。你说一涨是小亩是10亩，大亩是15亩，大亩10亩，小亩15亩。啊，对对对。说话不行，这是啊，那不明白。小母子你不得那啥吗？15吗？原田地一人是2分，好像我记得。原田地是48分地吧？嗯，还行。现在农村户口，要说我们的户口跟我大哥的户口，一直是没敢动他呢，嗯。其实到这边来讲，我现在没有啥太大的用处，我这边，嗯。保险有用医疗啥的都有，正常用，那个不影响户口，等以后再说。
有不少那个骑走的，你要再想回来落不了。你看你上城市，你可能落户口；你像上农村呢，你什么人进不去？不进就是了。老百姓都不让你进，你娶没啥用，你娶了干？第二轮补率还三十年的，三十年不变啊。这三十年我都到快到一百岁了，那活到能啥？那你就分不着了，我就分不着，不变呢、啊。下回是下回，第三轮呢，不知道啥样。三轮那是你下一代的事儿了。我是管大事儿，那暂时这地就能维持生活，也改一个小型退休。反正你不离开农村，他就是饿不死你，你吃饱得让你吃上饭。对，你就不行，你就有一亩三分地儿，你自己种去呗。嗯，是不是？嗯，就那么回事儿。不种你卖着，你有的钱消费够用。你像屯子现在就是，种地多的话。你又买这个车具啥的，这个那个的好整合适。你要是种地少，买这个那个不合适。又人工钱，一年人工多少钱？是不是？一个人出来打工，一年能挣多少钱？东北来讲，种十场地往上的还可以。农村现在你要有地的，有就是说的各家分着点地。你像咱们那点地，咱啥也不管，一年还到手两万来块。对，你像是想种大的。就是一般的都得买地，买地就是租地，租地种、都是租地种。嗯，咱们那家的地方土地多，你像山东、河北这一带，一家就几分。我那年跟老袁我俩唠嗑，他家里三分地，三分。那天那个都没人住。那天那个修。给咱家装啥玩意去了？我跟他唠嗑，说他是山东还是河北的，不哪儿的，反正是，就他们那个地吧，你还得求别人种，对，没人种、你要是时间长不动了的话吧，人家就给你租出去了，就回收出回去了，意思。然后他求亲戚种，你亲戚还不愿意种，人家太少，经分不过来。来吧，走吧。来吧，干杯呀！干杯！干杯！慢慢吃，干杯。这玩意装完吃不行，装完吃得慢慢嚼，关键是。你慢慢嚼吧。这得经用，不少好货呀。我妈讲话的是六十来岁干吃播也挺不容易。你六十来岁牙不好，牙不好。那个明儿见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你奶牙好，你奶没赶上这个，你那啥给你奶找了。这个年代啊，没赶上这个年代，要赶上年代，是给你奶，求了奶牙好。我奶要是活着的话，那可妥了。你奶牙可好，比我牙可好多。